小蘸牛肉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山村之尊八百块，买了四个牛腱子，还有一些碎牛筋。今天我做个河南名小吃，剁子牛肉单下酒菜。加水把牛腱子清洗一下，牛筋也洗一下，给牛腱子牛筋焯水，放热葱姜，来上两高度白酒，水烧好了，咱捞出来。锅烧热，炒点羊。盐炒热，加上花椒，再炒香了。好嘞，牛腱子炒完，给它扎点孔，这会变就入味。炒好的椒盐倒到牛腱子上，把椒盐涂抹均匀。各个部位都给它涂抹到了，涂抹均匀，盐至两小时。准备一点葱姜盐葱，锅中倒油，油热倒入葱姜盐葱，把它们的鲜味炸出来，炒咸，下入一碗黄豆酱，把黄豆酱的咸气炸出来，炒掉水气，加入老抽调底色，再来一碗生抽酱油，准备好的馅料倒进去，把料头的香味炒出来，再来一块冰糖合味。好了，加水，因为有黄豆酱，少了点盐调味，把牛筋下进去，开卤。卤汤烧开，把牛筋先卤两小时，牛腱子腌好了，把多余的盐洗掉，牛筋已经卤了两小时了，现在把牛腱子放进去，小火慢慢的把牛腱子也煮了，
管有点小，中途加了几次水，终于把牛圈子冻烂了。出锅。这牛圈子冻的真鲜浓郁，满园飘香啊！哇，牛筋比较碎，用筷子捞。牛腱子有点大，改小一点。尝一块，鲜得很啊。我们准备了一个高压锅，来当剁猪肉的模具，一层肉一层筋给它码起来。满满一锅，给它压瓷实了，再来点炖牛筋的汤，盖上盘子，压上82年的鹅卵石，给它压上一夜。朋友们，剁子肉压了一夜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感觉快出来了。朋友们看一下，我们的剁子肉做得非常成功，装不好。现在调个蘸料，来点蒜末。再来点辣椒末。葱末。辣椒面。白芝麻，泡上热油，来点蚝油，蒸鱼豉油。好了，放了一夜，已经沉得不行了，想来一块。这味道美极了。鲜香浓郁，口弹口弹的。朋友们看看，弹指肉筋夹杂在一起，你看这纹理多好看。剁子肉切得越薄越好吃。再来一口酒，这东西这么做越嚼越香。每次看《水浒传》都先吃牛肉，今天一次吃个够。
原味的酱香浓郁，蘸点料再吃一块。蘸料口感更丰富，